身有人在就是有起步在做亚马逊的那个 business， 然后就是这中间遇到了一些卡关的地方，那想要了解详细，就是说遇到问题怎么处理。对，那对 Andy 老师的看法的话，是其实从他讲话的就是刚接触大概十多分钟，就大概能知道说，其实他在这块真的是经验蛮足够的。那就是他因为其实做电商最怕就是没有人给你一个敲门砖嘛，那我就觉得说，他就是透过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，比自己摸索来的简单。那到目前为止收获的话是，我觉得他有讲了一些 tips， 就是有些小 tips 是还不错的。那也确实有像我昨天留下来问的问题，那他给的回应也确实有解决到我的疑惑。大家好，我叫 Abby， 我在网络上在 FB 上面看到这个课程，然后之前也是对电商就是 Amazon 这个部分就是蛮有兴趣的，所以我就参加了，然后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Andy 老师，然后他就是也很专业，然后有世界各地的学生，对，然后很开心能够就是老师人也很好，然后上课也有很多除了课堂上讲义之外还有很多就是口头上的技巧，对，然后感谢他。对，然后目前最大收获就是我对电商更有了解，然后也大概知道我应该之后的方向。对，那